大家好，歡迎插啲圖好圖啊！咁啊，中美似乎咧又再交互啦，美國證監咧亦都似乎想收緊中概股嘅會計準則啊！咁嚟講恆指咧呢排咧就係非常之淡嘅，咁一度跌穿咗個頭肩頸嘅頸線啦，咁啊市場一片悲觀嘅聲音啦，但係我見到喺 RSI 喺30附近有支持啦。依個出現陽燭，亦都升翻上一個嘅頸線之上啊！隨時講係形成一個 bear trap 啊，熊市陷阱啦，有機會夾上都未定嘅。我睇翻啦，如果係夾上嘅話咧，咁 RSI 清穿呢個下降軌嘅話咧，咁恆指能挑戰翻下降軌嘅附近咧，大概係29,100點嘅。另一方面，恆指早兩日跌穿咗呢個八百通道嘅底部啦，但係而家反翻。回期上啊，咁第一個阻嚟講就係入天線或者布拉通道嘅中軸啦。如果再升穿嘅話咧，可以理論上咧有機會上翻呢個布拉通道嘅頂部，大概29,800點嘅。咁大家可以小注博反彈啦，用翻琴日個低位做一個止蝕保護咧。咁啊，直播都係有一定嘅。好，今日講到為止啦。